那等一下要为我们带来第一首重奏表演的团体是我们七年级的弦乐四重奏的同学，我们先掌声欢迎我们七年级弦乐四重奏的同学出场。小一是许嘉维同学，小二黄瑜杰同学，中提刘明杰同学，大提陈伯任同学。这四位同学今天要为我们带来的是莫扎特弦乐四重奏第14号作品387 G 大调第一乐章，掌声欢迎他们。Thank you.
掌声鼓励我们七年级初登场的七年级弦乐四重奏的四位同学。